哎，好意思，開始了都不知道，啱啱被外面的海景吸引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廉物業李劍輝分享的阿 Sir。 大家剛才有沒有都是一樣好像我這樣，被我在露台望出去的海景吸引住了呢？覺不覺得個海景又靚又遠又闊呢？冇錯啦，我而家身處就係李景灣觀自閣一個極高層嘅三房連露台嘅海景單位。呢、這個單位其實喺李景灣嚟講，其實已經係數一數二嘅優質㗎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我哋臨海嘅單位同個海景個距離其實只係咫尺之近嘅啫。咁同埋講咗咁耐，發唔發現成個海景大家睇落去都係好平靜、好舒服呢？因為在港島區的屋苑來說，去到我們李景灣才剛剛開始沒有一條東區走廊，你可以看到下面很多行人都會在這裡走下步啊、散下步啊，甚至乎有人在釣魚，其實都是十分之寫意的。說了這麼久，不如我們入個單位看看，先看看是否都是這麼優質。好了，我們走吧， Let's go。 入到來玄關位置，在我右邊的就是廚房了，我就順序介紹廚房先，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廚房有多闊。好啦，入到嚟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都俾曬大家啦，亦都有個三邊嘅工作台面喎。咁我相信好似而家臨近新年啦，喺度整下蘿蔔糕、整個盤菜，再加幾碟小炒，都絕對唔係一個問題。咁好啦，由於個飯廳同個廚房係相連住嘅，咁我而家就介紹一個飯廳先啦。這個位置大家都見得好闊落噶啦，咁喺呢個位置擺張八至十人嘅大餐台，其實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再加上佢近廚房啦，咁一煮完啲嘢食，熱辣辣拎出嚟就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品嚐噶啦。咁食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行過嚟呢一邊。呢、這個客廳位置非常之闊落，喺呢一個位擺張超大型嘅 L 型沙發都完全冇問題。一邊望住海景，一邊同屋企人傾偈，其實好温馨、好舒服噶。睇完客廳，而家我哋睇一下睡房區咯喎。咁喺我右邊就係客廁啦，然後隔離就係第一間嘅睡房啦。之後就稍微大少少嘅呢間第二間睡房啦。咁值得一提嘅就係兩間睡房同時都係享受到海景個景觀嘅。好啦，我哋最後睇埋主人套房啦。一入到嚟就有個超大嘅衣櫃，啱曬女士至愛啦，好多嘅收納空間、儲物空間嘅。咁因為已經有咗個衣櫃啦，咁可以喺呢一個角落頭整張梳妝台仔啦。咁嚟到呢度，直情可以整張 queen size 嘅雙人床，亦都仲做到三邊落床都冇問題噶。咁之後我哋順便睇埋個主人浴室。咁最後梗係最靚嘅海景景觀啦，同露台望出去都係一樣噶。好啦，我啊介紹完啦，相信鏡頭前面嘅你都想嚟睇下現場環境噶啦。好消息就係呢個係鎖匙盤嚟噶。大家想看看日光的時間啦、夜晚的景色，還是黃昏的 Magic Moment 都沒問題，打給我，我是美廉物業李景灣分享的阿 Sir， 電話988-33509。順帶一提，咁高層的放盤其實真的非常罕有的，如果依家賣了，我真的可能找到下一間給你的了，大家不要等了，盡快打給我啦，到時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